你们昨天去约会啊？两人单独去吃晚餐，不就是约会吗？不是那样的，前辈。那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你快点帮忙解释啊！我们就是约会啊。你对白素贞死心吧，我的事我自己会看着办。你是想把你妈给气死吗？马上对她死心！哎呦，受不了！你想拜托我什么事？我希望你可以辞职离开公司，但是我并没有做错什么需要辞职的事情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Even More实时做，加油我的人生。